感谢大伙的掌声鼓励。上台呢，先给大伙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咱们得认识一下。我的名字叫王春阳，主要呢向您介绍他，这是我的搭档，我们俩呢都是来自石家庄宏顺曲艺社的青年相声演员，现在相声大伙呢一点都不陌生，非常的熟悉。你等一会儿啊，你还没介绍我呢。我不介绍完了吗？我叫宏顺曲艺社呀。你是个扁呀。不，你得说我名字呀。我怎么还得说你名字？我又不是裘英俊，我说你名字干嘛呀？这跟裘老师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不是主持人呢。不是，这跟主持人没关系。干嘛呀？他们不都那样吗？上来之后逗哏的演员先介绍自己的名字，然后说完之后得说捧哏演员的名字呀。那我能跟他们一样吗？不是，你跟他们一不一样？我不是跟他们一样吗？那你跟他们说去呀。我这不跟你说呢吗？你跟我说，你按我的来呀。我按不按你的来？你得说我名字呀。就不是你想让大伙知道你叫什么，又不是我想让大伙知道你叫什么。你想让大伙知道你叫什么，你就说了不就得了吗？真是，你自己说不就得了吗？我自己说。再者说，我说你名对我有什么好处啊？你的名又不是我起的。不是，这叫什么话呀？对，你就自己说不就完了吗？我说。你看他又不说了。相声呢，现在呢，我要说了，那你就赶紧说，对，你就说呀，说个名这么费劲，说呀，说呀，说呀，赶紧说，说呀，说呀，你得容我说呀，我这俩眼不看着你，等着你说了吗？是你眼是看着我，你嘴可没闲着呀。废话，你不说我不说，你让他们看什么？不是，你得给我留口。口说吧。留口就说个口啊，留个空当。空当说吧。说什么是什么呀？你给我留个时间段让我说我名字。你说大伙儿评评理，你说这样的相声演员，你连个自己时间段你都找不着，你自己随便找个时间段啪就把你名字塞进去不就得了吗？哪儿有啊。啊，行，我给你留行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啊，一二三说吧。你看又不说了，多耽误时间，2:46了你知道吗？你别说了。我告诉你王春阳，我要跟你似的这么快说话，你也说不了自己名字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说不了我自己名字，我能当逗哏吗？那是一回来。不是，我是怎么扔过来的呀？你给我呀。鞠躬，从新开始，快来就来。我叫王春阳。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王春阳啊，你这叫台上撅人。胖子，你要瘦点我能给你撅折了。就你这小身板，你撅谁呀你啊？不是，我是个沙包啊，你老扔我干嘛呀？我该给你扔台下边去。怎么你对我这么狠呢？咱俩是搭档合作表演，上这比赛来了，你怎么？妈呀这还怎么了？咱俩干嘛来？咱俩搭档啊。干嘛来？合作比赛呀。比赛别提比赛啊。怎么了？真的啊。胖子你听我呢。干嘛？咱们俩要想比出好的成绩，你呢就在这儿待着就行了。待着我家待着就不好吗？你在这儿待着你还听相声呢？哦，合着我是来听相声来了。你早上7点都来了，你还见相声演员了呢？不是，我是说相声的。我是别提说相声。怎么了？他说这相声没人爱听，知道吗？你说相声3大特点：老、俗、不新鲜，知道吗？不，这谁告诉你的？我这么琢磨的。就冲你这句话，今天我给大伙说一段，大伙肯定也爱听。你们既然这样，那我控制不了了，那你说吧。你别废话，我说。你说吧，说你的吧，赶紧说吧，说吧。谁手机响呢？哪有手机响的呀？我听见有铃声。没有铃声。有。我要说了。你说你的。你别说话。你不要管别人，你说你的，我也不管你，对不对？你也别管我，你就说你的就行了。你不就给大伙说相声吗？你说你的就完了，你不要管我，谁也不要耽误谁啊。各自来，没事啊，赶紧说你。这屋不能上厕所啊，上厕所在外面。哪有上厕所的呀？你怎么还要管人家上厕所？你说你的不就得了吗？我说话你少说话。你就赶紧说不得了吗？怎么这么费劲呢？你就赶紧说呀，你不要，谁也不要管，你就说你的就完了。那孩子是谁家的？管好了啊。哪有孩子呀？我帮你维持一下纪律。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呀？哥，我这可是好心，我用不着你。我跟你说，我要知道你这人，我都不帮你。你别帮我。行，都你说，都你演。桌子也你了，这儿也给你了，这桌都是你了。演吧，快演吧，你最好了，最棒了。哎，呸，演吧。我给您说一段，
您要是觉得可乐呢，您就使劲乐；您要觉得不可乐，您就使劲鼓掌啊！谢谢您，谢谢您啊，谢谢您。你直接磕一个多好啊，磕出血来！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我要说了，你别说话，你来吧，来吧，说吧，说吧。我说一个，说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好啊！谢谢。最胖的说的真根儿哎。我继续努力。你是个戏精是吗？稍有点尴尬。自己在这儿做节目的后期呢，啊？我可以换一个。你换点新鲜的行吗？吃菠萝不吐菠萝皮儿，不吃菠萝倒吐菠萝。吃香蕉不吐香蕉，吃火龙果，哈密瓜。胖子，你要再吃你就爆了，知道吗？我还会别的呢。来，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，炮兵怕把标兵碰，标兵怕碰炮兵炮。你看有人理你吗？你看看。我，你看你。有掌声，对，你这儿要放个碗呀、啊，还有人给你零钱呢，知道吗？我要饭来了，我没说错，就三点啊，老俗不新鲜，知道吗？不是，还八百标兵，100多年都这么说，还这么说，现在大伙都是年轻人，谁爱听这个？